这里就是三剑客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没有对。听说这里有个练后餐料理达人，那这一道鸡胸肉料理的做法实在是太简单了。就是你吧？喂，你差太多了吧？要是你不能接受与我一决胜负的挑战的话，我这满腔的热血实在无从发泄啊！愿意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接受你的挑战。今天要做的练后餐料理是高蛋白低脂味噌番茄牛肉面。我今天准备的食材有牛肩胛、鸡蛋、面、番茄、味噌、大蒜、酱油、风味油，还有白胡椒、青江菜，还有葱。首先我们来把牛肩胛切片。这个牛肩胛它是从冷冻库拿出来的，所以它会比较硬，退冰大概20分钟会比较好切，那太软的话其实也不好切。好，肉切开了之后，我们先让它摆着退冰一下，等水滚的同时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汤头。汤头的话我选择用味噌做基底，大概这样1小时味噌，适量的日式酱油，然后适量的风味油，然后接着我们来剥蒜，新鲜的蒜香，蒜剥好之后，我们把它切成蒜末，蒜末丢到碗里，再加一点白胡椒，然后把它拌开，等一下会比较快散开。现在水快滚了，那我就来切番茄。好，我们现在水滚了，然后我先把番茄放进去，一把面放进去，哎，这把面差不多煮4分钟到5分钟，所以它跟番茄的时间差不多，就会把它一起放进去。然后等它滚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先来切个菜，这样就好。好，现在滚的差不多了，我会先下菜。好，接着我就把牛肉都下下去。等它滚了之后，我会打2颗蛋进去，然后会利用水滚的时间，快速的把葱切好。看我这个刀法，好，这个就让它在旁边 stand by 吧。好，水滚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火关掉。其实我们可以先倒一些汤进来，酱汁搅开。最后撒上满满的葱花就完成了。这道就是我的练后餐料，高蛋白低脂香蒜味噌番茄牛肉面。我就来尝尝看吧。这是为何我的胸肌自己跳动了起来，仿佛置身在卧推椅上，与哑铃缠绵着。太出色！这道高蛋白低脂香蒜味噌番茄牛肉面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5种调味料之间的平衡，它们不会彼此掩盖味道，反而能调和为一体，这全靠分量比例的拿捏。一把面的蛋白质9公克，一颗鸡蛋的蛋白质8公克，2份牛肉的蛋白质40公克，这碗面的蛋白质含量就高达将近60克啊！约80公斤，在重训的成年人一天的蛋白质摄取约160克，这碗面蛋白质含量竟然就超过1/3了吗？我不相信。番茄与味噌的组合不但不奇怪，反而像是2头与3头的训练超级组啊！果然厉害。我接下来轮到我了。今天要做的是高蛋白滑嫩鸡腿亲子冻，材料有寿喜烧酱、水、洋葱、蛋，还有蛋他妈。首先，先把这个鸡腿给它去骨，先把这个骨头跟腿之后把它分开来，我们现在去骨已经完成，要来切这个洋葱。
接下来先把全部的东西都给它丢进去，然后水跟这个寿喜烧大约是一比二，然后整个在里面有点在炖的感觉，把整个香气释放出来。等它鸡肉熟之后，到最后蛋要分两次倒下去，所以先打两颗蛋下去，然后等它有点凝固之后，再把最后两颗蛋这样涌上去，就可以起锅了。这样才会有滑嫩，然后还有一点蛋汁留在上面的一点感觉。等到你看到那个鸡肉快熟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先打两个蛋。两个蛋第一次下去就是让它有一个形，会让它有一个圆形的地方在里面，看起来比较漂亮。然后第二次下去是让它有一点汁溢在上面，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就要关火，然后再放下去。那你看到那个鸡肉快熟了之后，你就可以让它一家团聚了。好，等到第一次的蛋熟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形出来了，就可以加入剩下的两个蛋。之后我们就可以关火，然后给它焖一下，焖到大概一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最后我们再把这个蛋倒在这个饭上面，就已经完成了这道高蛋白滑嫩鸡腿亲子冻。这道就是我练后餐料理高蛋白滑嫩鸡肉亲子冻，用这碗满满的小鸡鸡补充你身上的大鸡鸡。这就是哥哥的味道吗？这滑嫩的口感，蛋与鸡肉的微妙搭配，这股背后通电的感觉是什么？这感觉犹如练后的专人按摩啊！真这么厉害？太滑嫩了！为何我流泪了？为何我也流泪了？是洋葱，我加了洋葱。原来是洋葱啊！原来是洋葱啊！小伙子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不得不佩服你。这场比赛是你赢了，是吧，大师？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还会在某个地方再见。到时候我们再来一场精彩的对决吧。没问题，我就在这等着你来挑战。再见了，三剑客的高手们。这趟旅程让我学习到了许多，也让我知道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这条高蛋白练后餐的路上，我们下次见。等一下，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？